影。 TWICE 的9名团员全员到齐，大家紧紧勾着周子瑜的手，好像在替他打气一样。请看钟继荣、周天杰在南韩的报道。 好，主播可以观众，目前我们的位置呢，就是在韩国这个高阳市的高阳体育馆这边哦。那么今天呢，是这个。 子瑜就在这里拍摄 MBC 的偶像运动大会，他从早上就已经进去，到现在还在里面进行拍摄当中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进去会场都是需要有手环的。혹시 들어갈 수 있어요? 아니요, 팔찌 아니면 레플이라는 그런 걸 받아오세요.对，못 들어요.对，好，我们呢可以知道，刚刚他讲说，我们如果没有手环的话是没有办法进去里面，或者是你要有一个证才能够进去里面。那么我们刚刚也问过粉丝哦，他们在早上的时候都。 从很多粉丝都在外面守候，为的就是要看他们喜欢的偶像一面哦。那刚刚呢，也有人呢是在早上的时候就看到子瑜过来这边拍摄这个偶像运动大会了。보셨어요? 네, 저 트와이스 본 적 있어요. 새벽에 그 메신저 보니까 새벽에 왔다고 사진만 봤어요.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刚刚在外面还有很多粉丝是在等待继续等待入场，他们说在12点的时候也有这个追加入场，或许是可以进去里面的。而这个票怎么得到呢？据说呢是要先跟粉丝团的管理员进行登记，那他们会统计人数，那没有在名单上面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去观看拍摄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知道说，目前子瑜就在里面进行偶像运动大会的拍摄，那么预计这个拍摄会持续一整天，可能会到很晚才会结束。那么以上。 就是我们目前在首尔掌握到的最新消息。马时间跟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